世界国小为了迎接圣诞佳节，由小朋友跟社区妈妈带来音乐跟舞蹈演出。画面中这些鞋盒就是圣诞礼物，是爱家被关怀协会结合金花教育基金会、宜兰国际同济还有喜悦同济会劝募各界资源所得来，要作为鼓励学生多做好事，培养正当品德，了解爱与分享的意义。我要交吴佩宇那个数学作业，就是交简君瑞五次数学作业。公斤热成按摩。我们今天用圣诞老公公发礼物的活动啊，让小朋友感受说，其实多做一件好事，然后接受多一份礼物的那个喜悦的心情啊，其实是一种回馈。那搭配我们学校今年友善校园进行分享的这个主题，让大家可以感受说，哎，他做了什么好事，或者他打算做什么好事啊，让整个活动可以搭配整个圣诞节欢乐的气氛啊，那其实他们感受很多。那发起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宜兰滨海或偏乡的孩子，那在圣诞佳节能够感受到圣诞节的气氛跟幸福的感受。那这次年度的主题是多做一件好事，我们希望圣诞节不是只有收礼物，那孩子也因着圣诞节能够感受到爱跟分享的喜悦。小朋友一打开礼物盒时，看见满满的文具跟糖果饼干，心情非常高兴，相信也留下人生。等一下，讲这里面的东西出来啊！这是我的圣诞礼物。你的圣诞礼物有什么？有玩具泡泡水跟一些蜡笔，还有铅笔跟橡皮擦跟糖果。东西多不多？很多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世界国小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